有些东西之所以叫梦，是因为它朦胧不清晰，心里的流浪也根本没有什么方向。那不是快马加鞭的奔向什么已知的终点，而是边走边找方向。据说人类80%的决定都基于恐惧。我今天带上了一个朋友，他叫我自己。看偌大的世界，是微小的自己。在麦子路里穿行，倒退，停留，在凌空里环绕。看地往花开，看字里行间，跌入文字里，遗忘自己。我换一个新的角度看一幅画，看镜子里的我，这里路过的我，在这里思考的我，时光在芸芸众生里，我在时光里。